年呢第一次担任先发打第二棒，跟我们的第一棒郭彦文呢组成了一个二多头打线啊。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外号？非常喜欢这个外号，有你们在一个上面，我们讲，我们会尽心尽力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呢，我们就要问到场上的部分了。那么在满垒的时候呢，代打，那自己的心态呢是怎么样的？就做调整来跟现场的朋友们分享一下。其实虽然紧张啊，但是我自己紧张就是过了。对，我希望能帮助球队赢球。好，那么我们也谢谢郭小伟，那我们也请郭小伟呢现场签一些签名条要来送给。